本期讲解一个阅读文章日入200以上的一个项目，传令录，小白轻松上手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操作的项目啊。阅读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微信浏览广告、文章、帖子之类的啊。广告商或者那些写文章作者做出来的广告需要人来看啊，他们就会投放给广告平台，平台就会把任务发下来，然后我们进去点广告就能获取这个收益。最新技术已经攻克，只要动动手就有收益啊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的准备和实操、最简单的推广方式以及怎样下载啊，都有详细的讲解。我们来看一下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啊，包括项目介绍呀，啊，三天视频课程讲得非常详细，项目需要的资料也全部都有提供，啊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啊，比如说这一个阅读文章，或者是阅读文章日入200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